能量不多了，可别掉链子。什么声音？难道那些怪物追进来了？ 和夏祖都是在这里长大的吗？我们是孤儿，我很小的时候就在这里生活，那时候这里还没有这么多人，是大家一点一点把变态所建设成今天的样子的。本塔也有出力哦。哼，我可不是一般的水塔。啊，这家伙是我养的宠物，每天好吃懒做，好像是哥哥从什么地方捡回来的。 我才不是捡回来的，我是，哥哥才不会捡这么没用的东西回来，也不帮着干活，就知道吃鱼。哟，果然是人靠衣装呢。怎么样，赛琳姐姐的手艺不错吧？ 真是麻烦你了，麻烦，你麻烦的可不是我，我们这儿可不算宽裕，现在又多了张嘴要吃饭，夏佐可有的头疼了。赛琳姐姐，我得提醒你新来的，想留在这儿就得守这儿的规矩，我们不养闲人。我明白的，明白就好，姐姐我等着看你的表现哦。 飞在天上的感觉怎么样啊？别紧张，抓紧就好。我可是飞机老手了。小沙莉又在吹牛了，她上次直接掉进了河里。闭嘴，笨水獭！我才没有。外面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呢。 你想去附近看看吗？避难所周围还算安全，无人机会在附近待命的。任务搞定了吗？搞定了就可以返航了。收集到的数据样本差不多已经够了，干得不错。快回来吧，我再带你去其他地方看看。
啊，你表现得不错嘛。总之，今天真是多谢你们了。喂喂喂，派尔大叔，今天有我们帮你，下次就不一定了。我会注意的。唉，忙了这么半天，我都有些口渴了。走吧，我们找些清凉的饮料去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就是元能塔，周围是猎狗帮的地盘，要小心点哦。喷气背包，自由翱翔吧！喂喂，你拿到备用电源了吗？那个傻机器人有没有刁难你啊？已经拿到了，但他要我帮忙检查几个传感器，在荒林镇。哼，那个家伙简直比塔塔还懒。回头我会替你教训他的。